欢迎继续回到中天新闻开放新中国节目。提到澳门呢，除了五光十色的赌城风貌还有美食之外，你还会想到什么呢？这个面积不大的小岛历经殖民时代和回归，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历史。每年五月举行的艺术节，艺术家们大展身手，要让沉睡在历史长河中的澳门精彩醒过来。 Let's get away, let's get away, just you and me。满座金碧辉煌，璀璨霓虹，就像是催眠，让熙来攘往的人潮仿佛只剩一种目的，就是想要去试试手气。澳门这个面积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醉尔小岛，居然可以挤进这么多人，转个一圈。游客们满心想把四百多年来的风采通通装进相机里，眼睛都只停留在小小的观景窗，连小男孩都当起摄影师。但是有多少人注意到旁边信徒跪地？或许大家都太着急，忘记其实静下心来，才能真正走进城市里。在初夏五月，名气响亮的世界文化遗产披上崭新的外衣。在充满文字的老房子河东图书馆里，这夜很晴，舞者们就像精灵穿梭在你我之间，以当地女诗人的创作为文本，以舞为诗。但是独特的文字意象，难道不担心和观众有距离？还可以用音乐的方式去表现，还可以用舞蹈，还可以用头屑的录像，还可以把文字打出来，还可以我不打出来的话，我就直接的去念，还可以一个人念，还是所有人一起念，完全都不一样。所以，这还是蛮好玩的吧。这么近距离，呼吸、喘气、汗水，观众都能明显感受，还能跟在舞者身后一起变换场景，在老房子周围穿梭。一年一度的澳门艺术节，艺术家们让沉寂在历史长河中的老东西再度活出新的生命。古老的广东大戏，仔细听，其实旋律我们很熟悉。然后那个催眠曲的，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，这个我们也拿来，所以我们广东粤剧呢，比其他那个戏剧呢有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呢很生活的。在澳门，除了定期会有传统戏曲的表演，家里头有许多长辈都是粉丝。小小的岛上要听见粤剧飘扬不是难事。戏剧是很神奇的，它真的会上瘾。脱下扮相，小女生甜甜的，得努力回想才有办法和刚刚舞台上帅气的穆桂英做连结。那个词很深，可是表达了很多的意思啊什么的。快要步入十五岁的青春正样，居然是粤剧老手，快十年了。四岁连字都还不认得，妈妈就帮她报名暑期班。信手拈来就能黛玉葬花，但其实私底下和一般女孩一样，打算和同学约去看钢铁人，也会到 KTV 里唱歌，听 Alina， 听很多哎，叮当什么的 KTV 都会唱。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和妈妈感情最好了，好像还会撒娇的年纪，但小女生说以后想当语言治疗师，可以帮助很多人。
有很多小朋友不是不喜欢的，其实可是他们根本接触不到，不知道有这回事。然后如果他们接触到了，然后或许他们会喜欢，就像就跟我们一样。希望更多人能够看见，希望越来越多人会喜欢。在初夏时节，暖暖的五月天，用不同的方式了解澳门这座城市，接受邀请吧。其实静下心来，真的会上瘾。